可以，这可以。师傅，这多少钱啊？20日元。其实啊，狗拉你也行，这都一样啊。行，上车吧，什么也没说。你行吗？别人有的，你也有。上车，我准备一套。你不上来啊？你给他们感受一下第一人称视角，好吗？没事没事，办好了吗？办好了，来走。我操！大哥，要不是我刚才脚得协助及时脚趾分开，我都废了。大哥，这双脚还能穿？怎么谁都能穿呀？我手套呢？啊？手套呢？什么手套？那只手套呢？哎，那儿那儿呢？看啊！手套啊！还真是，过去拿一下。全身而退，全身而退，挺好。好，怎么了？没事啊。烫头。